好的好的，其实我是跟泰妍是一样的，因为一直到月底都很忙嘛，所以一月一号在家里面休息了。也是哈，休息。对。 너무 웃겼어요. 그럼 그걸로 이제 팬들이 되게 귀여운 그런 팬아트를 만들어줬는데 저희 막 핸드폰 배경 역시 태연이의 핑크색. 이것도 태연이도 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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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大家准备到了我们在中国传统节日上面要用到的这个新年的祝福。我们每一位团员都抽取到了一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我们每一个团员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抽。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是。可爱的允儿，允儿抽到的是什么？发发来财。 不一定，我们待会儿如果各位喜欢这个新年祝福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写上去，好不好？OK， 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各位成员来到我们后面来问一下，我们问一下允儿好了，问一下允儿，你最近有没有写过信送给自己的好朋友或者是自己的亲人呢？啊，최근에 크리스마스 때 저희 스태프분들한테 쓴 적이 있어요. 有的，圣诞节的时候呢，我写了卡片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是有写了这个圣诞节的送给工作人员。那今年在2015年，我们的这个新的一年，允儿就要把这个卡片写好，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粉丝们。OK， 那这样好了，我们再留一点点时间给我们台上各位成员来制作这个卡片。不是，那我们都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新年的主题。刚才我们谢谢，来看一下允儿的。 来，允儿来给大家看一下，哇，非常的漂亮，还有点会语，看一下里面，发发来财，允儿给大家送的祝福是发发来财，希望大家都能够新年快乐，恭喜发财。